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矩阵哦，跟这个矩阵一样，然后 S Y U V 多少？那两个矩阵一样的话哦，它的那个上面的对应的原料一样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解 S Y 的话，就这个等于这个嘛，哦 ，X 加上三 Y， 这个等于五，那这个等于这个，哦，这三 X 哈，减 Y 的话也是等于五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把它乘以三。它加下来，好，这样的话是1加3 1加9 3得9嘛，是10，它就消掉了，等于多少呢？5加15是20，好，这 10X， 所以 X 呢等于2，那1等于2的话 Y 等于多少呢？好，我带到这里来， Y 过去， Y 就等于多少呢？3 2得6 6减5的话是1，所以 x y 的话是2 1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 u v 怎么做，这个呢是等于10，哦，3 u 加 v 这个等于10，那 u 减3 v 哈，这个等于零，哦 ，u 减3 v 等于零，那用代入消去哈，我把 u 带掉了 ，u 的话呢等于3 v 嘛，把它带进去。3 V 它乘以3是9 V， 9 V 加 V 的话是10 V， 等于10，那这样的话 V 就等于1，那 V 等于1的话，3 V 就等于3嘛，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矩阵就清出来了， X 等于2， Y 等于1， U 的话等于这个 U 等于3，哦 ，u 等于三，啊 ，v 的话等于一，所以答案就这个，哦，二一啊，三一。